来到参赛现场，我们现在来到台中港。真的假的？是我们要的。那我们这次呢，特别使用了一个俯冲做的方法。这个时候你要小心，前面有那一组就是咬到嘴筒。不管是上升力、居力，或者是向前冲出去的力道，我们各种角度都已经用科学的方式验算过了。好险，那个陨石哦，差点撞到我。大家好啦，我是彬彬有礼，有啊180元，很高兴能入选这次的瑞布飞行日，成为参赛队伍之一。我们的主题是槟榔摊，槟榔摊会出现的各种物件、人物、风情，我们都不会放过哦。那有买100送两粒吗？就是要把这台湾独有的意象与风情，用最有趣的方式在你面前呈现。我们不一定能飞到最远，但一定让你们印象深刻。9月18日，欢迎大家到台中港现场，一起来看，一起来玩，一起来支持我们！耶、yeah! ！送两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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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我们身后？2-3年前没参加到瑞布的造飞车大赛，今年没关系，没有华冠，我们直接用飞的。我们即将在9月18日去参加台中港瑞布的飞行日挑战，但是接下来呢，就是要先开始制作我们的飞行器。对我们这些入门的菜鸟来讲，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制造，但没关系，我们的主题非常明确了，也就是槟榔HOR 180元。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制作流程吧。你们看我身后这边，我为了这场比赛直接买下一个工厂。这次呢，我们重金礼聘了我们设计大师，已经在那边车缝我们这次要飞行器的这个主题外壳。我们这次的主题呢是彬彬有礼，也就是槟榔啦。好啦，等一下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准备哪些东西。是彬彬有礼陪我爸北的这次的音乐主理人陈毅，然后我们为了要让这次的活动的音乐升级到另外一个档次，我们这次重金礼聘了很多各路的音乐好手来完成我们这一次的音乐创作。那我们这次呢，特别使用了一个五重奏的方法，我们用了萨克斯风，我们用了小提琴、吉他、木箱鼓，上低音号，在这种编制吼，你在外面绝对是找不到的。我觉得吼，经过我们这些音乐的加持，那一颗槟榔一定会多飞啊20公尺啦，一定的，一定的。嗨，大家好，我是小 U， 好久不见。那大家都知道，在 Rebel 的飞行日主题是一颗槟榔，那理所当然，槟榔西施就是由我来扮演啦。不过，因为我的衣柜里面实在是没有这种衣服，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到林森北路来挑选一下，大家来期待一下，最后我会用什么服装来出演喽 ？Let's go！千挑万选，选好我觉得最符合槟榔西施狂野形象的衣服，大家期待一下我当天穿上这个衣服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保证让你们惊喜。好了，我们服装组准备完毕，接着我们去看道具组吧。
现场，我们现在来台中港，我们就是第36组出发的彬彬有礼 ，HIRO 180元。我今天担任的是梅干，你知道吗？就是槟榔里面的那个红肉。我们今天是一个走一个梅子的基调的。等一下，梅干这边突突的。哎，不是，往上往上。我们这个槟榔有没有看到多坚固的这个内心？跳起来之后，真的会有这个阻力的。我相信，你看到后面那个没有？我觉得跳个10公尺应该是没问题的啦。好凉哦，好凉哦，好凉哦！会赢哎，真的假的？你的名字很棒哎，冰凉西施，而且我们会真的有冰凉西施在上面跳舞。哦、真的假的？对，是我们要的。我们会有在那边。那冰凉西施哪找的？我们自己认识的，然后请他扮成冰凉西施，帮他买了超辣的衣服。没有，真的是没有绑一个像缰绳的东西。所以你要拉。我预设的是一只马，你知道吗？真的可以拉住吗？我要控制他的好不好？你想说了没？还没。我提醒一下，因为前面有一组哈，听说是他跳下去的时候嘴巴没闭紧，结果太紧张咬到自己的舌头。所以刚刚我们有看到救护车送走那个，就是咬到自己的舌头。所以我觉得，而且你知道吗？我在上去，因为他在我前一个，我上去前30秒，听到这个消息，他就跟我说你要小心，前面有那一组就是咬到舌头。干，难怪我想说，我以为你刚刚演的那个是戏剧效果，就是真的。紧张要死，我心想说杀人了，因为我们刚刚这边看到救护车把他运走，有点可怕。所以我没有只提醒嘴巴要闭紧。好，没问题，没问题。我刚上来，我以为是。下一组36号彬彬有礼 Hill 啊，180元 Hill 啊 Hill 啊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36号的彬彬有礼 Hill 啊爸 boy 啦 ，Hill 啊爸 boy 来，机体名称，我们的机体名称叫做彬彬有礼号，所以我们这个槟榔盒怎样会承载着我这颗槟榔飞出去？你感觉是自己要飞出去这个造型？没错，我们的飞行器呢已经研算过了，不管是上升力、G力，或者是向前冲出去的力道，我们各种角度都已经用科学的方式验算过了，所以我等一下大概可以飞个20公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哎呦哎呦，期待一下喽！有自信哦，你们准备好了吗 ？OK，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车的轮子，他们非常非常慢条斯理地推着他们的板车，很显然，等一下应该是有人要飞出去喽。槟榔起飞！有！评审老师，这边我们给的是6分，还是6分6。终于完成我们今天的表演了，这个为期应该有2个月以上的准备时间，包含我们准备然后制作那颗槟榔真的花了很久。你觉得我们今天的表演你给自己我们打几分？我觉得很帅，很有机会，满分，真的满分吗？真的。因为我今天跳起来的时候那个舞蹈我觉得非常吸睛，因为从头到尾没有人像我们这么敬业的槟榔西施直接搬到现场出槟榔西施，没错。那今天我们实际飞行距离有点可惜啊，只有飞了4公尺，而且拿到的分数都是6666。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一组本来就是来搞笑的，没错。因为我们这一组呢，就是想要体现这个槟榔摊的这个文化。没错，今天准备的非常周全。没错，希望我们下一次还有机会可以来参加 Reboot 的飞行日。没错，好了，我是演员梁哲瑞，我是小 U， 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喽，拜拜。就排除。